boss。为啥这么凶啊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以为来人了呢，也没来人啊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因为生气了。谁到了？咋这么凶呢？兵线依然是很差的。这波回头感觉能打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本来以为他要升二了，但是他没升。我本来以为他要升二级了，但是他没升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连二都没有，他就开始这么凶。我以为他要升二级了，他凶一凶我，这倒也行。支援一波，没事，还能打个蓝，可以。马浩学，你不得抠兵啊？你抠兵你就推线儿。人马这英雄现在想杀人，我跟你们说，极度的困难。不让补就不补呗。总凶凶什么？你说凶凶凶？轮到我凶凶了，他已经凶不了了，兵线回推了，终于有一把没人赶客的了，爽啊！可以杀，我马上六，这波线推完我估计应该六了吧。蓝枪别着急呀，你让我先扛塔，然后你来近身再杀他，不挺好的吗？吃了吧，谁的人头吧？我的人头那可以。这波的话，我想一想啊，其实不应该换我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俩没配合好，我刚才推线把E用了，
我刚没有技能。这波蓝枪又能跑，那真的是有点厉害。这怎么他等级比我高了呢？刚才那波越塔亏了。哎呦，完了，还有点盐吗？哎，你又没有点盐，你杀谁呀？也吓死我了！我操！我才圈起来，他点烟跟我一块放的。我说他有点烟吗？这是，我闪都不应该交。其实，他兄弟有点不讲道理。我才想起来，他没有点烟。对，点烟刚才越塔不放了吗？他。他凶什么玩意儿了呢？这边有点贪了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放哪好了？他跑得比我快呀 ！Fuck you！这样他杀了，是不太应该的。亏我塔皮呀！确实开大就跑了呀。玩的是有问题的啊，这波玩的有问题，玩的有毛病。而且毛病挺大的，确实。去兄弟的钱，再来招俺老孙吧。不够沉稳。小月支援的有点好，上路把他拿下，兄弟。这小月也太肥了吧！他吃完中路，吃上路。你怎么肥成这个样子啊，兄弟啊！
打了一天了呀，也就这把打的是舒服点，还有打于小 C 那两把，他没我打野。走到下路，支援一手。可以打，这波全死。我有点上头了啊，不过没关系。哇，这小皎月吃闪露，哎，行，给你，小气样。闪露塔皮我们全拿下。我必须得再拿下一层。老弟，怎么办啊？老弟，他没大吧？他应该没大。走，贪了160啊！走。现在我姑妹的经济领先能有3000，你们信不信？虽然是8-15，但是这个塔皮呀，这塔掉的呀，没打。露露有没有闪？我靠！这波打的不太好啊，薛微差点意思，跟我来。岩雀在这里贪东西，给我打蓝，可以啊。我蓝烈汉这把应该是 C 了，不出意外应该是 C 了。应该不能抓我这波。咋的呀？这泰坦杀泰坦交的技能有点多呀。大，可以打这波，全死，追深了他们。蓝烈汉阵亡了，700块呀，蓝烈汉。
峡谷先锋下波放吧，把这多兰盾卖了，我已经无敌了。好穷啊，好穷。快呀！哎呀，杀个人真费劲呢。我这么进场才杀了一个人，咋的呀这？杀一个再说。哎呀，维恩秀起来了，维恩漂亮，维恩来，是咋这么多闪现呢？为什么蓝炼汉死了两把却一个人头都没拿到？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？我死的冤呐！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小龙拿了吧，对面都两条小龙了，我发现对面怎么小龙老这么老些呢？每一回对面的小龙都特别多，上路线不要了，我们直接去下路团战，把中路线给他推一下。全得死，这卡莎干什么来着？岩雀减速了，有没有蹦蹦？先不上了，蹦蹦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不追了，拿下，下一把。